今天我们用甲鱼来煮一锅小海鲜，走，先跟着我下去找食材吧。来，走。哇，这个大猫眼螺必须也把它给捡了。这个什么东西？我咋不认识呢？哇，好大个虫子呀！哇，一个大螃蟹带回家，穿上红色的战袍。哇，这又发现一个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呀？哇，红色的小扇贝还是粉色的，既挺年轻的，熟了它。哇，这个大八爪鱼趴在底下干啥呢？出来！平常的必须把它给捡走，别扎到人家的脚。哇，好大的一个大海葵呀！我去，收了它，收了它，收拾一下东西，咱们上去开始整起来，放上我的烧烤架，把我的大甲鱼放上去。哇，天哪！再放上我的小八爪鱼，哇塞！刷上我的小红油，撒上我的小葱花，色香味俱全了吧？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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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就要熟了，有没有馋到你了？记录一下生活，真实就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一定加上一个小关注。哎妈，真香！来，一起吃啊！